那你会不会学啊？我不修，他按脚，不要给他修，我按脚，我按脚拔罐。要看，没看，没看，没看见你这个。你别动。好粗啊，可以5厘米啊。5厘米也不行，8厘米。还有，还能接那家？他在剪他嘴嘞，到家不来那个老虎先不得搞嘞，搞不好就给他带烂了，他这个。你看，小子，你搞着了，你看他这个好治愈。他这个当治愈。妈，帮我给洗了来，给我穿上。洗了来。阿姨洗的来。站着穿，直着穿吗？要来看我去看看。呀，这叫不得劲了吗？你什么？你看你自看你不拿呀？你看你这，你一下就是知道你火了。我的妈！吓人！不疼。疼。疼不疼？疼了。有痣缝，你要在家搞就给你搞，哦，你要。我感觉这个。在家来剪了一剪，没得。哎，这都是梦解决了，怎么的？他这个就没针，就不要针线，还能切。还能切两根。我印象中剃他这个好像没什么东西。全剪掉了，怎么管？中。全剪了，中。它这个里面都是那个参，都是营养被吃掉了。你也全部掉了。你看看，全剪掉了。全拔掉了，就等于是拔掉了。对，你这40块钱花的划算。相当划算，对吧？他40块钱就值200块，那个都值200。我就值200。哪个？你妈叫老板给你好那个打广告费。你知道？你一般都难碰到这样去。像你这么年轻的少。少吧，那没办法，你娘太带你了，对吧？一般像这个都在70-80岁以上。我现在70-80岁。70-80岁以上才有。只有年龄大的人才能直接说话。才有你这种境界，你的境界不一般。那你到70-80岁怎么？70-80岁也跟那里差不多，他已经达到70-80岁境界了。他再长，他也就这样。再长。他也治不好，但得就是这样。他说不定到70-80岁他就变好了。好是不可能的，好是不可能。妹妹不讲那郑媛媛次都抱你好吗？还有这个，他这什么冤他也不知道。不疼、嗯？不是的，你在郑媛媛在上海办那个卡到这都没有，全国统一。我的妈！你在上海全接到上海去了，你到这都来，那给你啊，到郑媛媛是全国连锁的，应该可以。对啊。对，全国连锁的。加盟的，嗯，全国连锁，你到哪里？就一个老板。对呀、啊，那郑媛媛老板搞得这么臭，全国连锁。那老板都上市了。对，是的。那开全国，那开到国外去了。对，他们就知道他搞的。像他这到郑媛媛，估计人家修不干净。像我们这可以，我们这简单。简单好点。我的就几斤橡筋，我多来修修就好了。我之前去人家家也不让，我现在经常然后一回来就来修，经常修修它就好一点。对，你不要等到那种都倒毛了再搞它，那不就？那你平时也不在这边？不在，他住滨湖，我来厕所住。他还怪了，很要看。这个紫色的不知道可能搞，它冒气。算了吧，就留点。你别再找亲戚了。这没直接了。你上次来修过可以的。你不讲我修过指甲好丑，所以我就没来修。我妈这样的肚子你脸好看，我感觉。对，这好看。
这个他是你把它透气。他这个是甲床坏了，对吧？嗯。你看我们这甲床都好。嗯，那个后期也要可以给他治一下。能治好？那你那个。我这治要好多钱、啊。150一个指甲。就100吧。嗯。反正我不住这，要不要经常来还是什么？就一家我就好了。不用经常来。我这他们。我四万小孩我来不要搞150，这种不骗子吗？这月月15，把我全部卷搞好153000块钱。他那边贵。你这150是划算。那我能把你给他修好不知道吗？你这大拇指都不得修好不知道吗？150一个还好不贵啊。他那个送情况可好吃，我没仔细看他那送。他那不知道可好吃。看一下。是那样的，他每次他就来修，他又没治过。他有的他治好。叫他治好不就不要经常修了吗？嗯、对。这个鼻子，他这种治有多少？